好厉害，好准哦！啊，这样也不近呐。没关系，下次近就好啦。不准了吧？你走你爬啊！是俊，新来的。来来跑。各位啊，这是阮新来的季芬小姐啦。唔嘛，大家好好甲阮照顾呢，唔通甲阮欺负哦。啊，你有唔买所在吼，再问迄小俊啊。小俊，他叫秀荣。你妈是啊，是来甲阮好好照顾呢。秀荣，来啊。你刚想帮我们开第一颗球嘛？排得不错哦。你的？秀龙，这是林阿霞给的小费，收下啦。谢谢。请问诶，你即摆是要落车，还是我要继续行？我载你嘛。哎，我载你好不好？我载你嘛。你不让我载，我载你的行李总可以吧？你好像很讨厌我哎。对，我就是很讨厌你，疯疯癫癫的，骑脚踏车乱撞很危险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关心我，怕我有危险。哎，等一下，其实我知道你一点都不讨厌我，你只是跟一般女孩子不一样，你才没那么怂，所以你不喜欢我送你的口红。没关系，你喜欢什么你跟我讲，我买给你。柳江花雕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有没受伤？眼前这个男人风趣潇洒，并且家世背景又很好，是所有女孩心生向往的对象。只是我所拥有的一切值得他如此追求吗？你眼睛看得到的都是我家的。你有没有看到那棵大树？我听我爸说，那是我爷爷当年亲手种的。不过我在想，就算有再多的财产，也比不上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。你说对不对？你怎么了？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。
为什么？我是养女，我的养母对我有很大的恩情，我不想让她不高兴。我来关山不是来玩的，我是来赚钱的。秀荣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你去找一个跟你门当户对、能够配得上你的女孩交往吧。是我，林德旺，林德旺，你想吓死人啊！放开我，秀荣，放开我！我不放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你不要这样子，我还要嫁人呢。那就嫁给我。嫁给我。我自己不能做主了。那我怎么可以做主的人谈？找我阿强？是啦。我阿强哦，是要用少，无要用多啦。啊？我阿强哦，自细汉我就甲抱转来饲呢。你敢知要甲饲到这大汉哦，是爱开偌济钱，吃偌济米嘞？我安尼辛辛苦苦甲饲到这大汉，啊，伊都还袂趁钱嘞，你都要甲带走，安尼敢对？我知影啦，我知你足辛苦的啊，少我是无可能啦。无安尼好无？聘金我加存寡予你，安尼敢袂用钱？聘金？邱宝业，秀荣有什么不好、啊？我都用了这么久了，为什么突然要我改宝业呢？道长叫你什么，你就是什么，你不要再去想以前。你现在可是林家的少奶奶嘞。哎，我们走吧。走去哪？我们才刚出来。你不是跟卡讲说要去碾米厂吗？碾米厂豆厂已经交给我了，我爱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可是。这样豆厂不会生气吗？紧张，放轻松。碾米厂呢，有表哥打理一切，绝对不会有问题的。但是你想想看哦，经营碾米厂是一辈子的事，所以晚个几天应该不会怎么样吧？那么玩呢？现在玩，一个礼拜后玩，一个月以后玩，一年之后玩。甚至十年之后吧，他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懂吗？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哈。嗯，是非常有道理。宝业，一直躺在床上不能下床，很无聊啊。可是你要乖乖听医生的话，要躺在床上好好休息。这个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叫做音乐盒，
你只要把盖子打开，然后上紧发条，它就会音乐跑出来了。试试看。你看到这是什么？喜欢吗？这是我专程去银楼挑的。那很贵吧？这当然贵喽。那个首饰啊，是从国外来的，而且是香港师傅做的。还有那个音乐盒啊，也是舶来品。你看它的雕工多精致，这可是最高级的，所以就算你有钱啊，都不一定买得到。那你干嘛花这么多钱买？因为我希望你开心。我也希望我孩子的妈妈知道，她嫁给我是最幸福的。我以为从此以后，我就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再也不用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了。但我苦心经营的这个家，正一步一步地面临着危机。慢啊，厂里面还在忙啊。哎，表哥要我问你，刘家那个账你收回来没有？没有啊。你前几天不是才去收吗？是啊，就因为我去他们家，我看他们全家人都在吃番薯，这个时候我还硬跟他们收钱，那我不是太没人性了？好啦，不然晚一阵子再去收好了。嗯，走吧。你借据呢？不然你借据先放我这边。没有了，收据我撕掉了。干嘛这样看我？我跟你讲，做大事的人要不拘小节，要大方一点。反正我们家也不差这些钱嘛，不要跟人家计较那么多，懂吗？懂吗？好了，电影要开始了，走。不行，我不能去看了。发生这种事，我要回去跟表哥说。讲什么啊？你很奇怪。我等你老半天，你现在说不看啊？莫名其妙。爱看不看随便。宝业，宝业。嗯。已经很晚了，赶快来睡觉。等一下啊。账本真的有这么好看吗？我要把账做好啊。豆厂虽然把米厂交给你，可是我们还是要把账做好，跟他报告，这样他才会放心嘛。你等我一下子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已经说了好几次等一下嘞。你灯开那么亮，我怎么睡啊？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听到没有？好了，马上就好了啦。什么好了啦？你说了多少次好了啦？你不想睡是吧？那我们大家都别睡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管好你的账本吧，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，用不着回来。德旺，德旺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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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迷你不行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棒棒棒的辣条，棒的跳条。你都爱会记咧，会记咧哈。人是你家己找的哦，日子若过了好吼，那是你的福气啦。啊，若有啥物怨叹，你是唔通怪我才来哦。才回来，一大早去哪里啊？去收账啊，不然去哪里？礼拜天你去哪里收账啊？你现在怎么样？嫁到我们家之后，你变林家的大老板了。我去什么地方都要跟你报告。不是，我只是关心你，想说你现在要去哪。不必了吧？你是关心我们把账收回来。德旺，你对我有什么不满？你可以说出来。我愿意改。你真的想听啊？那你给我听清楚了、啊。我不喜欢你啰里啰嗦的，问东问西的。每一次我要出去，你就要问我去哪里。你现在记住了，你的工作就是把小孩子给照顾好，不是管我去哪里。小孩从出生到现在，你照顾过他多少时间？你真的很烦。奇怪，怎么我认识你的时候我都没发现？我找的是老婆，不是找一个管家回来。你现在要不跟我讲碾米厂的事情，要不叫我少出去玩，现在还敢拿小孩子来威胁我。你想怎样？我是怕豆嫂、卡嫂担心，不想你有压力。我也想轻轻松松出去玩，谁不想？不是碾米厂谁顾，孩子谁顾？德旺，已经不是一个人了，可不可以负起一点一家之主的责任啊？